七姊妹到六个钟，两女自杀身亡。个三十岁嘅女人星期日朝九点几喺北角七姊妹道兆景大厦嘅屋企留低遗书后，就上咗天台跳落嚟。消息话佢喺遗书透露，因为健康同生活问题而唔开心。而在六个钟头之前，冇几远的兆华大厦亦都有个63岁姓唐的婆婆，怀疑因为做嘢唔开心，喺床度用保鲜纸包头自杀。64岁的老公发现报警，可惜老婆已经救唔翻。差人找到两封遗书，相信事件无可疑。